伙伴们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个奥特曼格斗神话。今天咱们选的这一位英雄是第一届奥特曼对战这个暗黑暴君。脾气真够暴躁的是吧？身体这么大，你头这么小，哇！啊，怕我打你头吧？把头都暴富起来了是吧？不让我打脸，我真打脸，小人！你一个怪兽，你还臭美是吧？本来头长这么小就不好看，漂亮。啊，咱们这个战斗机一直在帮助咱们攻击，看看咱们这个大招帅不帅啊？啊 ，perfect！ 你要是把它打掉那么多的血，是吧？哇，你一个降龙十八掌是跟谁学的？你恐龙玩降龙十八掌，这也太厉害了，是吧？啊，这个暴君雷德王他的防御还是蛮厉害的，是吧？雷德王好像有点着急了，一直让我们压着打，他有点着急了，看看，出招明显比一开始快多了，有点李小龙的感觉了，是吧？哇，以攻为守了，他现在不躲不避了，是吧？哇，这也太嚣张了！哎，一巴掌把我们就拍灰了。哇，咱们这时间也不多了，咱们得加把劲，还有五十几秒钟，咱们再不能把他打败掉，咱们就输掉了。哇，他发必杀技嘞！我去，搬个大石头直接把我们砸飞了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带到这里。喜欢咱们的小伙伴，别忘了点击订阅。哎，我大招为什么被打断了？没发出来，发出来咱们是稳赢了，是吧？好，我就不信你还能把我大招给破掉，是吧？好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